第七题，如果三角形 ABC， 好，这个关键就在于这个三角形 ABC 哦。那两倍的角 A 加角 C 等于三倍的角 B， 求角 B 的外角度数是几度？这个我们首先知道呢，三角形的内角和180，也就是角 A 加角 B 加角 C 是180度。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角 A 加角 C 呢就叫做180减掉角 B。 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把180减掉角 B 呢把它代入，就会得到两倍的180减掉角 B 会等于三倍的角 B。 从这个地方我们来试着算出角 B 是多少，把它乘开就可以得到呢360等于5倍的角 B， 也就是说呢这个角 B 算出来就等于72度。那角 B 是72度，那角 B 的外角，角 B 的外角呢跟角 B 加起来刚好是180，所以180减掉72等于108度，108度，答案选 C。